大家好，今天要示范的作品是贴心青旅随身包。贴心青旅随身包可以装我们的口红、护唇膏、护手霜或是面纸等一些生活小物，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。我们要准备的材料为表布半尺、里布半尺、缎带50公分两条。运用的工具有裁刀、裁尺、裁垫、布剪、记号笔、锥子、车线、珠针、穿戴器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裁布咯。表布、里布分别出裁19×19各两片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咯。首先将纸型裁剪下来，取表布、里布各一片，将我们的布料翻至背面，纸型放置于布料中心，使用记号笔画出完成线，并且做出车缝指点记号。里布相同做法，取一片画好完成线的表布与一片没画完成线的里布正正相对，先使用珠针将袋口别好。另外一组相同做法，先使用珠针一样别好固定。接下来就开始车缝咯。先车缝袋口处完成线，头尾记得回针哦。另外一组相同做法，车缝袋口处完成线，头尾记得回针，修剪袋口缝分至0.7。另外一组相同做法，接下来我们将缝分烫开来，表布、里布分别正正相对，袋口处对齐好，以珠针将两片布料别好固定。接下来由车缝指点，车缝到车缝指点，头尾记得回针哦。四周修剪缝分至0.7，弧度处记得剪牙口哦。修剪缝分后，将两侧斜边沿着完成线分别往袋身烫。由袋口缺口处翻至正面，将里布套入表布里面，整套袋口形状。依纸型上位置压两侧的袋口装饰线及固定线一圈，接下来车缝一圈，
用穿戴器先将缎带的一侧夹好固定，从右侧洞口处穿入。将尾巴打结，另一条就从另外一个方向穿入。一样在尾巴处打结，就完成咯。